只要说哦啊回顾啊，哎，我们这个进入道场以后的一些呢哈、哦，这个修为啊，哦，我们会觉得说哦进步的那个程度啊并不大，哦，因为在心性方面呢、啊、没有了解，哦，不了解的话呢，我们的进步啊就不会很大。那我们呢这个修耳根圆通啊，重点一定哦要在呢先做万年放下，哦，一念不生。对呢，自己啊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啊，已经有一点认识。各位认识了没有啊？有的时候已经认识了，有的点点了，点点可能哈、哦，要搁底下体会，说不知道对不对？哦，因为有时候这个呈现呐、啊，我们呈现呢，哦，我们那个真心佛性的时候啊，自己呀、啊，哦，并不知道。像呢啊，我们上个礼拜有拿那个张卓秀才悟道记呀、啊，哦，里面呢、啊、就有一句讲说呢，趋向真如啊，亦是邪。各位有听吗？有。哦，他、啊、了解那一句的意思吗？这个又是有听没有懂，听是有听啦，没有懂哈。哦啊、所以呢那一句、哦、那个趋向真如亦是邪啊，他就是讲我们已经在真如之中，不能再趋向真如了、哦、已经在真如之中，那我们又趋向真如的话，就是我们的头然后上面再按一个头，这样知道意思吗？就已经不对了、哦、已经是错误了、啊、所以在我们万年都放下、哦、那个一念不生这个时候啊，了了分明，那个知觉性就是我们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那一个本体、哦、一定要启发，因为就是这个在成佛的、哦、成佛就是这一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哦、就是那一个没有形象的、哦、要用体悟啊、哦、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呈现哦，就是真如，哦，就是我们本体了，哦啊，一定要先启发这个，然后再来做耳根圆通，哦，把那个佛性啊，让它延伸到我们的身外，哦，到整个虚空，跟虚空啊合成一体，这样了解意思吗？会不会有一点深啊？不会啦，哈，已经听了很久了，哎，下个礼拜啊就已经九个月了，哦，已经听九个月了，哎，算了，哦，时间过得蛮快，哦，那歌也都哈、哦，或许很感到呢很赞叹，领悟的都很快，因为北部的前贤哦，大概都要经过哦一两年哦，才能够领悟，才能够听懂。我们进门还不到哦，九个月、啊、就可以听懂了，高不高兴？很不容易啊，因为这个心理心法哦，就是都没有形象，我们把没有形象的东西啊，用语言的文字哦，把它描绘出来，然后让我们哦都能够进入。哦，进入呢到我们那个哦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我们进入了以后，那已经哦就在真理世界了。嘿啊，所以或者开始讲以来啊，全部呢都是在讲真理，哦，都在真理里面。哦，像我们讲那个十世古今啊，不离当面。哦，五十六亿万年以后啊，就在我们眼前啊，当下这一个念头，这个都是真理。哦，然后佛示现在凡尘，讲经说法四十九年，那佛就讲，哦，他从出生，哦，一直呢，啊，到修成佛，到呢入灭，他不动分毫，就是哦如如不动，一点点都没有动。那我们在凡尘看的现象不是这样，哦，是从哦出生以后啊，然后呢慢慢长大，然后呢哈、哦、出家修道。哦，还偷跑的去修道，然后成佛了以后，讲经说法四十九年，然后进入涅槃。我们看的是这样，可是，在真理世界啊，它是一点点啊，哦，毫厘都没有动。
我们都没有听过这个观念，对不对？嘿，所以在真理世界之间啊，哦，我们一念啊就一万年，一万年就在我们一念之中，所以我们眼前的这一念啊非常重要。哦，我们要保持啊没有三心，没有三心哦就没有四相，那我们有三心哦就有四相。这个各位三心知道吗？什么叫三心？哦，对，哎，对，就是哦，过去心、现在心跟未来心。过去心哦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要哦去想，哦，我们过去的就让它过去。那未来的哦，我们也不用策划，哦，因为我们要了解那个策划未来是我们身体要用，佛性不用。那我们哦，现在心也不要，因为现在哦它不住。我们说现在，现在已经过去了，现在又过去了，现在又过去了，都它不住。那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三心都没有，三世哦就摄受我们不住。三世啊，过去世啊，把我们吸不到；未来世啊，也摄受不到。现在是啊，也摄受不到，那三世都摄受不到，我们整个啊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就呈现，呈现的都是佛性本体啊，跟佛都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自己的行为作为，我们自己有三心，所以才引起四相。四相呢，就是哦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哦，这个一般呢都在文字方面的、啊，那或许都讲。哦、我们以实际的来讲，只要落入能手就有四相了、哦、所以我能看，能看的就是我相，然后一定有手看，那手看的、哦、就是人相，那手看呢差别重生就是众生相，连续不断的看叫受者相、哦、落入能手、哎、我们了解就已经有四相、哦、只要落入能手，我能听，我能闻，我能做，我能怎么样，都是四相。那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没有三心以后啊就没有四相，因为三世啊都不摄受，三世不摄受啊，我们没有六道轮回，有六道轮回啊就是被三世摄受。嘿啊，所以在我们生活之中啊，我们就是要注意哦，不要有哦胡思乱想的心，不要起心动念，哦念了、啊、一起啊就叫业。哦，我们已经造了业，嘿，所以哦啊，我们看那个黄母性子世界啊，有那个三山坡啊，那个是一念无明啊生三系，然后呢，哦后面啊就是境界为眼长六出，哦有系还有出，哦从呢一念无明生花，我们起心动念一个念头，一个念头就让我们落入凡尘了、啊。哦，在凡尘里面生活，因为有念头才有三恶大地，有三恶大地呀、啊，我们才出生呐、啊。出生以后造了业啊，才有业果。哦啊，所以那个境界有环境有界相，哦，为眼因眼，然后长六处出来。哦，一念无明呢生三系啊，我们是这样哦下来的。啊，所以哦啊，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说我们有六个劫啊。哦，到凡尘来怕六个角，啊，要转去爱把这六个角头乌开啊！哦，六个劫，第一个呢，本来吼、哦、都是极灭，哦，极灭就是咱哦佛本位，哦，哎极灭，啊，我们吼、哦、把极灭如如不动的，哦，那个全部什么都没有的，没有烦恼的那个极灭啊，就变成生灭，起心动念，所以吼、哦、第一个头一个角已经。哦，怕怕一个感，哦，极灭变生灭，然后第二个感本来是真空啊，真空那无碍，那必完空，怕第二个感，哦，变空，然后第三个感，哦，咱的迄个觉，哦，咱的知觉性，本来知觉性呢是一个，可是我们哈、哦、从知觉产生啊不觉，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哦，就无明第三个感，第四个感哦，就是咱的根哦，咱眼耳鼻舌身意啊，六根，
本来呢我们要了解哦，这个根啊，根本是要我们哦从佛性发挥来用，可是我们哦跟六尘相对啊，根尘相对，哎，就产生六识，我们把六识当成心啊，所以又变生灭心了哦，所以第四个结啊就是根，然后第五个哎就是镜像哦，凡尘的所有哦那个静悄悄的那个相镜像哦，是我们的第五个结，第六个就是动。动就会引起我们注意啊，哎，所以那个动哦，就是第六个结。那我们回去哦，也要把这个六个结啊都解开。哦，第一个啊，就是从哦动，把这个动的哈、哦、那个结啊解开。那动的结啊，哦，我们了解啊，完成的所有声响，有声音啊叫做动。那我们要在有声音之中哈、哦、解脱。我们现在大部分都会被声音束缚，叫声吼，给咱拔起来，吼，咱听到声吼，啊，就叫声来给咱指挥，吼，啊，咱就去做，吼，就被声音束缚，吼，这个动，被这个动的声音束缚。那凡尘所有的广告吼，它也一样要动，才会引起我们注意啊，嘿，所以那个动吼，吼，最容易啊，让我们吼，哎，这个起心动念。那我们知道凡尘的所有，不管是声音，不管是形象，不管是事情，它都是因缘际会才呈现，都是变化无常、哦啊、不要住，不要把它呢当成固定法、哦、不要住在相、哎啊、不要住在相、哦、我们第一个、啊、那个动的结、啊、就可以打开、哦、动结一打开以后、啊哎、我们不被那个、哦哦、动的形象动的声音、哦、引诱，那不被呢这一些声音、哦、引诱束缚，不要声音拔掉，这样呢我们就已经呢把那个动结解开了、哦、不受它影响了、哎、这个叫做已经呢、哦、打开结。那么第二个呢、哦、动已经解开以后、啊、第二个就是静、哦、那个静、啊、就是完全都、哦、没有声音的时候，那么没有声音、啊、也一样是我们佛性面对、啊嘿啊、这个、哦、虽然已经比动、哦、要进步了，可是毕竟呢还是很、哦、粗浅、哦、是跟动、啊、相对的、啊、也要把静的结、哦、也解开、啊、所以动静、哦、这两个结、啊、解开了以后、哦、那个根源我们那个、哦、凡尘的、哦、那一种诱惑力量就已经不大了哦、要我们投入凡尘去追求、啊、大概就不会了、哦、不会投入凡尘追求，然后呢再接着、哦、了解说我们六根、哦、面对六尘产生六识，那我们呢、哦、在日常时候、啊、用事来则应、啊、事去则接，不被它、哦哎这个啊左右，不被它主宰、哦、这个很重要了，因为我们在凡尘都会被我们六根、哦、主宰，哎呀、啊，造了很多业，那已经、哦、不接受六根的指挥，我们呢就是接受、啊、佛性指挥，这样的话呢，那个根的结、啊、就可以解开、哦、第三个，然后再下来就是觉，那觉呢，或者就讲、哦、那个啊，也不合上，也不合下，合中那个啊。哎，我们这边发明的啦，那个和中哦，我们这边发明的，那个和中很理想哦，就是时时刻刻啊，跟中道合在一起，把凡尘哦放到背后，背尘呢和觉跟觉都合在一起哦啊，所以跟觉合在一起呀、啊，就没有哦哦那个不觉，那么没有不觉呀、啊，我们觉的结已经打开，哦那个结打开了以后，得细也改。然后呢又进入以后啊，哎，或者都讲我们已经启发我们不生不灭佛性啊，跟空间合在一起，整个空间啊都叫真空，有佛性在，那我们哦把佛性极限在身上哦，让这个空啊变完空了，哦这个空啊哦就是什么都没有，完空，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哦周耳跟圆通把佛性、啊、延伸到空间出来，哦，这个时候啊，整个空间都是佛性，所以叫真空妙有，
哦啊、真空妙有，我们第五个结、啊、又打开了，然后又回到、哦、最原始状态、哦、那个如如不动。或许不是讲说我们有玩过照相机的人都知道吗、哦、那个啊、哦、我们按快门的那一刹那镜头不能晃动，一晃动洗出来的相片、啊、模糊不清。所以、哦、我们那个佛性、啊、它是如如不动、哦、那个叫极哦，极啊，就是如如不动，就是呢极美。哦啊，我们已经回到哦那个原始状态了，第六个结就打开了。啊，你怕哪个该怕鬼啊？各位打开了没有啊？还没啊？他、啊、先知道了哦，先知道怎么打，因为哦或许有讲过了哦，可能对哦六个结啊都蛮疑惑的，好、哦，所以我们在上课之前呢、啊，先把这个哦稍微提示一下。然后让我们再看下去、哦、再来研究里面的详细内容就容易做，他、啊、会做了、哦、我们一段时间、啊、各个阶段、哦、会知道说不一样的，我们整个人生都改变了、哦、我们自己、啊、心改变、哦、我们的家人、啊、一样跟着我们改变，然后我们的、哦、亲朋好友、啊、看到我们改变也跟着我们改变，整个环境都不同啊、所以、哦、就很理想，我们可以了掉很多的业障，而且又可以利益、啊哦、很多众生、哦、都可以修正成佛、哦、只要我们启发不生不灭、哦、那个真心佛性、啊、那个是成佛的正因，正确的原因、啊、就是这个、哦、万年都放下，一念都不生，那个时候、啊、那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那个就是、啊、本来面目、哦、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我们、哦、一定要启发、哦、启发了以后、啊、再来、哦、做耳根圆通，把它呢、哦、扩散到整个空间，那整个空间、啊、都是佛性、哦、那尽虚空遍法界整个、啊哦、非常理想、哦、那个文殊菩萨他就有讲说我们住的世界、啊哦、是很狭隘，我们的佛性本体啊那个觉性啊非常宽广，哦他用比喻啊说呢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啊就好像呢大海，可是呢我们这个地球啊、哦、我们住的这个、哦、这个地球就好像、哦、大海里面的、哦、一个海浪引起来的泡泡，哦文殊菩萨这样讲，哦他说我们看 哦, 哦我们这个空间很大，地球很大，他说不大，很小，哦，是我们起心动念以后才有的，才有这一个、哦、三河大地啊，哦，我们居住的环境。假如说我们、哦、花心修道，这一些呢都消失了，这个假象全部都消失了，没有，哦，所以很狭隘，佛性呢才很宽广。那因为我们、哦、没有研究，都不知道。他会学之前呢，是以为说哦，天地很宽广，我们人很狭小。现在竟然反过来，我们佛性啊非常宽广，天地很狭隘，很狭小。天地不大，很小。哦，我们佛性啊很大，嘿，所以就是、哦、要把佛性修正，哦，修正出来，跟整个啊哦宇宙虚空合成一体，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哦到无量的佛世界啊。哦、可以去、哦、那个度化众生，无量的佛世界、哦、一样有众生可以度。那、啊、我们呢就回到、哦、我们身上那个哦，跟圆通的讲义回来。我们上个礼拜呢，哦，讲到没有三心四相哈、哦，各位有找到没有？刚好在一半中间那里，哦。那个佛性全体呈现了、啊、哈、哦，那边不缺分毫，没有三心四相，找到了没？哦、找到了哈、哦，哦，没有分别心呐、啊，哦，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哈、哦、那个趋向真如意识学哈、哦、那个意识啦、啊，就是当下就是真如，当下已经就是了，哦，不能在头上安头了，哦，当下已经就是。啊、所以、哦哦、跟佛都是一样、哦、没有这个三心四相，没有分别心、哦、以佛呢无异、啊、
跟佛呢都完全都一样，故呢这个知佛异口同音呢、啊、对阿难说，说熟如轮转生死结根呐、啊，唯汝六根更非他物。这个在楞严经里面这个所有知佛呢跟阿难讲，说呢使我们、啊、六道轮回一直呢在轮转那个会生死啊。为什么一直在凡尘生死？就是因为我们呢用我们的六根所以我们呢以为啦，都以为说对啊，就是六根要给我们用啊，六根给我们用，那、啊、我们都用六根，那、啊、结果就造了业，造了业就要受苦，那、啊、受苦就在六道轮回啦，所以或许都一再讲，说我们修道以后啊，根尘相对产生的那个念头啊，我们不要用因为它会变化。那既然会变化，就不是那个真理真理是不会变的。那我们呢，要找真理找到不会变的来修所以呢我们生活之中根尘相对啊，产生那个六识那个心呐、啊，那个心不要用我们呢用万念放下，一念都不生，那一个心来修道那个是从佛性呢直接生发的。那么底下呢又这个知佛呢又异口同音呢对阿难讲说，令汝四正啊安乐解脱安静啊妙常亦汝六根呢更非他物。所以那个要我们六道轮回也是六根啦、啊，那要我们回到我们那个佛的本位，回到我们本来也是六根啦、啊，就是我们在生活之中呢看我们怎么运用。我们呢知道六根是佛性的随缘之用，我们呢把它的功能作用完全都了解，不使它当家，这样它就不会造业。那六根不造业就不得不六道轮回。那我们假如说用六根，它造了业要受苦，就六道轮回。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既然有身体有六根我们就是要用用的时候就是那个主宾宾客主人要分得清主人是佛性本体宾客这个客人是六根，六根是人客，他不是主人。因为我们没有研究的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都会用我们的六根来当家。啊，六根当家我们有喜欢讨厌，那喜欢讨厌就有取舍，那我们落入行为的取舍就造业，造了业就要受苦就这样没完没了。那我们现在了解说原来叫他听话就好不要让他做主人啦、啊、不要使六根呢做主人。各位亲贤，现在日常生活谁当家？佛性当家。以前不是很自然就讲佛性当家吗？啊，今麦那些叫丢油加工，想想来讲哦，唔对嘞，迄拢六根的当家呢吼，唔是迄个佛性的当家。所以我们习惯性都是六根在当家。那我们现在就是要了解到六根当家会造业，我们不给他当家，启发佛性出来当家，这样就不会造业了，就可以解脱。所以很重要的这个转换，我们把它转换佛性当家。那么众生呢迷本轮，寻生呢故流转，我们众生呢迷昧我们的根本，然后呢我们都在凡尘这个追求这一些生灭的东西，因为我们追求这个生灭的所以我们自己本身生灭的东西那个比较鲜明，所以我们追得会比较容易那假如说不生不灭常住常住真心它如如不动，看不见摸不到听不着，都
哦，让我们无这个没有知觉，不知道，啊、所以哦，哎，就不容易啊，启发他出来当家。可是我们一定呢，哦，要认识，哦，认识呢，我们佛性本体，哎，不要哦迷昧，因为迷昧啊，造了业啊，受苦的也是我们哦，自己本身在受苦，哎啊，所以哦，哎，不要迷昧，哦，我们呢，这个不要把啊稳性哦。这个放到哦那个生尘上面去呀、啊，哎，因为放到生尘上面哦，我们就追逐啊所有生灭，哦，因为我们寻生啊故流转，哦，追寻啊声音，所以呢我们才哦一直啊在啊六道轮回。这里面哦有一段呢、啊，或许是没有写下来，因为哦在北部都讲得很熟悉呀、啊。哦，那或许在这边呢，哦，又把它呢，这个从头到尾啊，再背一次。以前呢也有背过了，我们可能也听了哦，也会觉得很熟悉呀、啊。哦，说一切众生啊，从无始来，寻诸色身啊，逐念流转，成不开悟啊，性见妙常，不寻所藏，逐诸生灭，由是呢，生生杂染流转。若气生昧啊，手以真常，常光啊就现前，根尘四心啊，应时消落，想象为尘，事情为果，恶计远离，则汝华严应时清明，允何不成无上知觉？有没有听过？有哈、哦，熟不熟悉？因为这个从凡夫哈、哦。到佛哦，成佛的那个果位啊，就在这一句里面哦。一切的众生从无始以来，我们哦太久了啦，落入凡尘已经太久，无始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无始以来，然后我们哦寻追寻遵循的哦，我们的形象色跟声音哦，遵循的色声啊，它逐念。一个念头啊，追逐一个念头，哦，逐念啊流转，我们念头都是这样，一个接一个，哦，没有停止的时候了，哦，逐念啊流转，成不开悟啊，就是不成开悟，哦，就是没有去领悟啊，性净，我们的佛性啊，本体啊，很清净，它、啊、很奥妙，哦，又常住，性净妙常，我们呢都没有领悟啊。哦，然后不寻所藏，我们不按照呢常住真心呐、啊，逐诸生灭，追逐所有的生灭，由是啊生生杂染流转，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哦，一直啊杂染，就是哦不是都当人道，有时候哦到天道，有时候到三恶道，哦，所以杂染，哦杂货店呐、啊，哎那个杂。杂染流转、哦、我们只要落气生灭，把生灭都去掉，然后守于真常，我们守住啊，常住真心，常光现前，我们那个、哦、常住真心的佛、哦、那个佛光啊，它就会显现出来、哦、常光、哦、就会现前，然后这个时候啊、哦、想跟相，我们的念头跟形象啊，想象为尘，都是凡尘，然后事情啊，认识跟凡情都是果，都是成果，然后呢，恶计远离啊，两个都可以离开了，不用了。哦，这个时候啊，哎，我们呢，哦，整个啊，那个华严哦，见法见真理的眼啊，哎，都已经清明，啊，允何不成无上之觉？这一种状态哪会不成佛？绝对成佛的，哎，啊、所以哦。这一句句理啊，是从凡夫地啊，然后到、哦、佛的果地果位啊，所以、哦、我们假如说、哦、稍微一直啊，把它呢反复的去哦，这个诵习哦背的话，我们会按照这样做，一追到外面的生昧啊，我们会哦马上想到说啊，气生昧，守正常。各位前姐，我们现在在生活之中啊，哦，是气真常所生灭、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真常都不要他嘛，吼、哦，伊拢袂变啊，他袂变卖惯你，
嘿，然后锁住生命，生命在里面啦吼，嘿，啊，拢锁生命，嘿，所以我们颠倒，吼，我们呢要去生命，然后锁真常，常光啊就现前，哦，常光，所以各位要了解，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啊，那个叫常光，哦，常光啊，它会显现，会显现出来，哦，啊，我们哦要做久一点的时间。让我们的般若妙智慧生花，啊，有般若妙智慧来认识真理啊，更透彻。那真理认识透彻了，又来帮助啊，哎，我们哈、哦、进入真正的修持哦那个行列，哦，这样就哦很理想，哎，所以我们不要呢哦寻声啊故流转，不要呢追寻着声音，哎，就是要追寻啊我们那个常住啊真心。哦，都时时刻刻啊都在，哦，没有一秒钟离开的。那么路哦，即呢这个闲繁稳机啊，哦，路流王守那个路，哦，路有没有？各位有没有看到那个寻声故流转后面不是有一个路嘛？哈、哦，路即呢哦，闲繁稳机啊，哎，就是路流照现。哦，我们记得路啊，就是路流，就是回光返照。哦，入流，然后照现，照见自己的本性，然后出流，就是精神外放的叫出流，出流就眼尘跟凡尘攀岩，岩呐、啊、攀岩，哦，跟凡尘攀岩，哦，入流照现啊，出流眼尘，然后我们出流精神外放啊，我们就当众生，然后入流我们回光返照啊，哦，就当圣贤。安尼会向呗，哦，路呢，哦，即旋环稳机呀、啊，就是我们把它旋转，哦，它顿过来。我们本来呢，哦，都是啊，这个稳那个哈、哦、生成啊，被生成哈、哦，一直啊，哦，左右给它控制，哦，像呢，我们这个被人家这个骂了以后，哦，啊，我们都住在那个骂的内容。然后我们心里就很难过，这样懂意思吗？哎，那个哦叫做出流眼尘呐、啊，哎，已经跟凡尘攀岩，哎，那我们入流照现哦，所以哦，各位前贤，那个永嘉大师说呢，观恶言是功德啊，那个不是在听别人说是非哦，不是在听别人讲坏话哦。那个是针对人家骂我的时候，让那个我骂他、啊，我们去看他那骂的那个哦，那个语言呐、啊，那个叫观恶言，那个才叫是功德啦、啊。哎，啊，人你把人你讲的迄款歹话吼，还无理的代志，你也要去查，哦，那个不可以哦，哎，那个不是功德，那个罪过，哦，所以我们一定的要了解到那个观恶言是功德，是吗？别人骂我们很厉害的时候，我们不要进入内容，哎，我们就看他骂，哦，啊骂以后啊，哎，感谢他替我消业，啊，是不是功德？哎，那个才是哦，哎，真感谢你给我消业，要不要感谢？哎，啊，唔免该对立啊，对不？他、啊、骂的人哦，他只要说看了我们都在感谢他的，他会怎么样？就不一样的，对不对？哎，啊，就可以改变了哦，那个人际关系呀、啊，哎，就可以改善了。哎，所以我们了解那个观恶言哈、哦，就是他跟我们对立了，在骂我们，那我们就哈、哦、欢喜心甘愿受，所以观恶言啊是功德，有没有功德啊？因为进入啊佛性本体了，哦，进入佛性本体。佛性本体里面啊，哎，敢有咧好骂？有没有？有没有骂人的、啊？没有哦，没有骂人，也没有被人骂的哦。哎，所以不要进入哦那个对立哦，不要。哎，我们呢在本体之中啊，没有那个事。哎啊，所以那个时候啊，哎，你观了观这个恶眼，哎，就能够、啊、累积功德，哦，又可以消掉很多业障。哦，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旋转，哦，旋转呢，我们能稳的稳机，
哦，不出流眼尘啊，要入流照性。哦，所以这边呢，或许就有哦写下来说不出流眼声啊，哦不攀岩那个声音，但呢入流照性，回光返照啊，照见啊我们自己啊不生不灭的佛性。哦，收摄啊我们的心呐、啊，把心收摄回来，会吗？会不会？会不会收摄我们的心回来啊？哎，我们呢放出去的机会多啊，还是收回来的机会多？哦，所以我们修道了、哦、就要反过来，要呢收回来的机会要多哦，收摄、啊、我们的身心哦，身心呢都把它收摄回来，哎，时时刻刻啊，哎，这个神呐、啊、都守摄。哦，守住王子啦、啊，哎，拢修掉掉，哦，这样呢就不会有业，不造业就不受苦，哦，就解脱了，哎，所以入流呢，哦，照性，一切时啊，一切次，哦，自光啊，内照，哎，就是要呢，哦，这个不合上也不合下，叫合中，哦，这个一切时一切次啊，都合中。哦，跟中道合在一起，能够呢自光哦，智慧之光，哎，我们那个哦心所发的啊，那个叫自光，智慧之光。哦，假如说根尘相对那个心呐、啊，那个四心呐、啊，它是生灭变化，不要用它。我们用呢哦，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的那个心哦，那个叫智慧。哦，我们有智慧哦，然后呢让这个智慧。发出光明，哦，自光呢内照，哦，照见了我们自己本性，哎，这样呢就进入啊那个真理世界，哦，在真理世界之中啊生活。那么不以所闻啊分别染见，哦，这个呢就是讲我们听到声音以后啊，哦，不在声音的里面去分别它是好，哦，好就是见了，不好就是染，哦，染见。染见知道吗？我们染的五颜六色哈、哦，那个叫染，然后保持啊，我们很哦这个清净的，保持很干净的那个叫净，所以我们不分别好跟坏，哦，所以染见呢、啊、就是好坏，不分别好坏，了解意思吗？所以、哦、在做耳根圆通的时候啊，重点呢就是用哦稳性，不是用稳呐、啊。哦，或者都一再讲，第一个就是听，听是耳朵的功能；第二个是闻，听到声音加入我们心意识啊，那个叫闻。我们在社会用就是用这个啦，哦，闻，哦，加入我们心意识，产生很多念头，那个不要，哦，那个闻啊不要。用第三个闻性，闻性啊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哦，然后呢我们啊。哦，不分别它好，不分别它坏，只要你能够听到，那个就是佛性了、啊，容不容易？容不容易？好像感觉又很困难。一旦听到声，就是啥啦？就是咱佛性啦、啊，吼、哦，啊，麦去知影迄个声的内容就好了。哦，你知影声的内容哦，还有假道灯啊，第二个闻。哦，闻啊，啊，就是变作有好有歹，嘿，奥利梅，有咧搞我头眉啊无？哦，就已经进入哦那一种互相对待的，嘿，那我们哈、哦、那个用那个稳性啊，哦，不管这一些啊，只要你佛性听到了，听到了就好，能够听到就是佛性，哦，跟我们讲那个哈、哦、满眼本灰色，哦，文殊常触目是一样的意思啦、啊。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哦，都寥寥分明，那个就是啊，文殊的般若妙智慧哦，凡心所在，咱的真心那里都位哦，迄、那个所在，咱就看得清清楚楚，那个就是眼根啦、啊。啊，因为眼根哈、哦，容易被形象哦左右，容易被形象哦诱惑，我们容易住相，所以我们用耳根，耳根哦比较圆融。上次哦，我觉得都感觉很奇怪哦。来这边上课已经哦八个多月哈、哦，从来都没下雨。上个礼拜哈、哦、不是天气很热吗？
我们又把那个窗户全部都关起来，都全部关起来开冷气啊，然后外面竟然滂沱大雨，乒乒乓乓，让我们都能够听到。刚好我们在讲耳根连通啊，不是帮助我们又眼又通了吗？有没有？哦，这个我们要感谢哦，诸天仙佛真的在护持啊。无遐久啊，哦，来遐久啊，拢唔捌落雨啊，啊嘛唔捌落啊大声，哦，无一关关念落较细，拢无听呀。哎，我们这边听得多吼，哎，不容易听到声响，所以吼，要修这个耳根吼，不容易啊。哦，外眼呐，这个叫外眼不足，要注意听小鸟，小鸟在叫，可是哦，要很近的时候才听得到。可是哦，各位回去啊，一定不是像这个环境的，哦，一定声响会比较多。哦啊，借着哦声响，或者说哦，假如说在基隆更好修了。为什么？时时刻刻在下雨，所以时时刻刻都圆通。好，我们这边可以利用那个邻居啊有装那个冷气啊，他开冷气，哎，我们这边晚上啊睡觉有没有开冷气机啊？有，我开电风扇也可以啦，一样有声音啦啊，你就听那个电风扇的声音、冷气的声音，只要有声响，你都可以用就可以用耳根连通，把那个活性引到外面来等到它熟悉了以后，让它更宽广，它更宽广以后整个这个虚空都叫真空了，真空妙有都是活性的不是完空的。那我们一般众生没有启发这整个空间都是完空，空中什么都没有那我们修了以后空中是什么都有有佛性在，有水有风土在，这个空中有水有风土的，各位有看到没有？有没有？真的那么厉害啊，可以看到空中有水有风土啊。我们用冷气机或是除湿机，可以把那个空中的水集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对不对？那火就是热，热热的那个就是火。然后呢，风很简单，我们只要一手不动，一手动就有了。那个土土要等到那个太阳从那边照进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阳光之中有灰尘，灰尘就是土散开了。所以这个空间里面有水有风土，所以佛经就讲色空不二，色就是水有风土的，空就是这个空间色跟空它不二，就不二就是一就是合在一起，有没有合在一起？所以色空不二合在一起，我们要了解这个真理。我们身体也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的。那外面的所有形象一样也是所有风土啦。所以六祖被那个智彻不是砍三次脖子吗？他没有死掉，那个就是在修我这个所有风土跟外面的所有风土是一样的。所以物跟物不会妨碍。好像我们水要把它倒进去水里面，变成什么？还是水合在一起，它飘得出来吗？火已经在焚烧的时候，我们又把火一投进去变成什么？又是火火投进火还是火？所以六祖就是在念所有风土，身体的所有风土，外面的所有风土，它是一体的，是一体的就不会有妨碍所以沾过去无断去所以六祖也不会标榜说他有神通，不会因为在真理世界里面这个神通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只要我们都修正了以后大家都可以有我们上上个礼拜不是也做神通吗？回去家里两次有没有？一次回到厨房去，一次回到我们那个睡觉的房间去有没有？有没有通啊？很通
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神通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不追求了，追求神通它会消失，那我们追求真理证悟自己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一证悟以后那个神通就可以就花用，就可以用不只有我们这个太阳系超出外太空，我们都还可以这个自由自在的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很不可思议的啦。所以我们先把那个功夫做好但你能闻讨个消息就是呢不以所闻分别来见这个所闻的好坏都不要管它那个能闻那个能闻的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我们能闻，这样了解意思吗虽然有能熟可是各位前解我们在开始修的时候要用没有用的话就进不去那我们先要求进入我们能够了解我们整个佛性的那个整个轮廓，然后呢整个佛性的状态都很熟悉这个时候要用能手等到完全很熟悉以后它自然就融成一体，能手就合在一起，就没有能手了好像呢我们这个学习一个新的那个事物学习的时候一定要很专注，然后呢有那个分别学习开始的时候一定是有分别，然后呢到很熟悉了以后分别就消失了，就没有了像那个小孩子吃饭他刚开始学的时候他一定是一半这个爬在嘴巴里面，一半爬在嘴巴外面那个很自然的现象都这样，不可能说一下子他就很会吃饭那个都有能手等到他慢慢长大慢慢熟悉了他自然就会吃得很干净，所以要跟小孩子说你碗底要嚼清洁那个要跟他怎么讲，要有诱因诱惑的原因，你跟他说你如果男生的说你吃不清洁后你要出来母的尿尿真难看如果是男生的你跟他说你如果嫁人你如果吃不清洁你们同样整个人尿尿他就会吃得很干净，这个叫方法这个顺道体的啦。这个路流即是和觉路流照现那个就是和觉跟我们的那个觉性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已经合在一起已经把凡尘放到背后把凡尘的事都已经放到背后，所以路流就是和觉。那么王守呢即是背尘王守把那个熟能熟都让它消失掉，就是不要去分别声音的内容分别声音的内容我们心已经就偏了。各位有做过耳根圆通吗？有没有做过？有啊，它正不正确啊？听到声音都在分别这台车较旧啊，办公啊车这台较新，秀秀秀，那不可以已经在声音里面分别了所以那个做耳根圆通的时候不以所闻分别来见就是不在所闻分别它的好坏不进去那个声音的内容那个声尘就是不进去所以王守就是背尘，把凡尘放到背后，把良知良能这个呈现在眼前所以呢入流王守就已经蛮理想就是把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良知良能呢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整个呢呈现在眼前即是
正确的哦修道轨道，哦很正确的，哎我们要这样修。入流哦是修正圆通总觉啊，哎就是呢我们要哦入流就是要照见啊我们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哦一直到成佛都要做的功夫啊，哦我们从凡夫地啊哦一直到修到佛都要做入流。哦、就是要照见、啊、我们本性。那么王所呢、哦、是得到呢初步的效验、哦、那个初步的效验、啊哦、已经呈现，但以呢这个六劫之中啊、哦、先劫生成啊是动劫、哦、刚才呢我们有先、哦、提过了、哦、六个角，咱拍六个角在翻顶、哦、这六个角要把头给开、啊、现在呢第一个、哦、先解开啊哦，那个洞，哦，洞结，哦，生成的洞结啊，先把它解开。有声为洞啊，哦，那个啊，声音有了就叫洞。那么此之呢，哦，王所并非呢，哦，那个生成啊消灭，为呢，哦，定功得力，哦，不是说把声音消灭啊，声音都还在。可是呢，我们哦，那个定功已经有了。哦、已经知道啊、哦、那个生成啊是因缘际会才有、哦、它都会变化的、哦、所以不在声音的内容啊去分别。那么定功得力啊、哦、定能发挥而得离尘功夫啊已经、哦、可以离尘。所以、哦、各位听那个、哦、张卓那个悟道记啊不是有、哦、离身离境吗、哦、离尘离相有没有哦，里面呢都有教我们做了，哦，说我们可以呀、啊，哦，那个佛性啊，可以离开身体，可以离开六根，哦，可以呢，哦，独立存在，哎，都有把它呢这个讲出来，哎，对我们哦这个帮助啊很大，已经可以哦离存离开呢生成，则生成哦不起往而自往。哦、我们不期待它、哦、消失啊，可是它呢、哦、自然、啊、就会消失了，所以我们、哦、这个、直接、哦、就是按照这样做、哦、就是呢听到声音能够听到了、啊、就可以、哦、是初步的、哦、功夫而得相应、啊、不生不灭、啊、真心佛性、哦、已经呢跟佛性、啊、相应、哦、可以、啊、把那个、生成、啊哦、那个洞哦、都已经呢不在意了。那么之前、哦、这个释迦牟尼佛有讲说生于稳中、啊、自有生灭、哦、声音、啊、在我们稳性之中、哦、它声音、啊、有声、哦、声音呢有灭、哦、声音有它自己的生灭、哦、非为、啊、稳性、啊、有生有灭，不是、哦、我们的稳性、哦、有生有灭，稳性、哦都不动的啦，稳性、哦、没有生也没有灭，它都在。然后我们一般的习惯听到声音、哦、都会说有有有，听到没有声音、哦、说没有没有，那个就、哦、我们的习惯性、哦、假如说、哦、这个声音没有的时候、啊哦、没有听到，那谁知道没有声音？还是我们佛性知道啊，所以我们、哦、平常在用啊，有听到无？静悄悄的时阵，无无无，有听到无？无无无，不是这样吗？对不对？嘿，啊无，迄像无是像听到的。哦，无无无，迄无吼听到无的呀，迄嘛是咱佛性啦。嘿，所以你看哦，那个声尘呐、啊，声音哦，它有声有声。它有没有声音静悄悄、啊、不管它有声还是没声，我们的闻性、哦、都听到，有声也听到，没声也听到，对不对？嘿，全部呢都、哦、了了分明了。嘿，所以我们、哦、没有、啊、认识、啊、我们了了分明的真心佛性、哦啊、现在呢研究了就知道、哦、这个闻、啊、性呢没有生灭、哦、声音、啊、有生灭，但呢以啊专切啊反闻、哦、就是我们要呢专心、哦、要呢坐在啊、哦、这个呢有空闲的时候啊，哎，都坐，然后来听哦声音就好，
听到声音哦，就是佛性啦。嘿，啊，声音呐，伫这边，佛性伫这边；声音伫那边哦，佛性伫那边。啊，有时候周遭全部都有声音哦，就佛性都远了哦，又隔着墙壁又可以听到，通了，又远又通了哦。我们呢，就是修哦，要修正啊，圆通。回光返照哦，心光的内住啊，就是要回光返照哦，把注意力啊收回来，我们的心光哦，就呢注意我们的佛性，注意呢那个寥寥分明的知觉性哦，它没有形象啊，可是可以体会哦，可以体会啊它的存在哦，寥寥分明的知觉性，所有的动尘啊哦，一一啊皆亡。哦，所有动尘呢，都消失了。哦，不是没有声音了，而是我们不被声音呐左右，不被声音哦支配。所以哦啊，我们了解说一一呀、啊，哦，动尘哦皆亡。那么稳性啊不灭，我们的那个稳性哦，它都在。然动尘已灭啊，净尘呐、啊，哦光现，哦动尘呐、啊。哦，消灭了以后啊，那个净尘啊，才呈现。哦，这个在解开六劫的时候啊，是属于第二个劫。哦，那么开始下来哈、哦，中路啊，哦，维稳哦，净尘啊之净，就是哦，听那个静悄悄的，哦，听到静悄悄呢，也是佛性呐、啊。哦啊，我们呢，哦就呢，哦做一段时间，让呢我们有哦那个过程。哦、有时间、哦、把它做、听那个静悄悄、哦、知道呢、哦、是佛性在听、这样的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呢在进步、哦嗯、那么当知呢静尘啊亦是劫、哦、也是劫第二个劫、哦、意义啊解除也要呢把它打开、哦、解开那么乃就呢、哦、不思啊思修恶慧哦、就是呢一样用呢、哦、那个思修所以稳思修呢、哦、三个都是要智慧智慧、哦、稳思修然后我们不舍掉呢思修那么不言、哦、所闻的净尘参究、啊、能闻净尘者是谁、哦、就是呢我们、啊、不以所言、啊哦、去、啊、了解说、哦、这个是净、哦、我们要参究啊能闻净尘能够听到静悄悄的、哦、那个是谁、哦、那个就是佛性、啊、那么净尘、哦、是净、哦、稳性、啊、是心若稳呢净尘、啊哦、还是出流、哦、一直、啊、听、哦、一样还是出流那么还稳、啊、能稳是谁、哦、就是反过来、哦、能够听到静悄悄的、哦、那个是谁哦，方式啊，旋稳啊，与声通，旋转啊，我们那个哈、哦、稳机跟声音啊脱离，所以这个时候就解开哦那个第二个哦第二个结，所以旋流啊后无望，我们把那个稳机哦旋转了以后，就得到、啊、真的哦就得到啊哦没有望哦，所以这个很理想。那么接着下来呢，这个观世音菩萨说：“所入啊，寂寂，动静二相呢，了然不生。哦，那个所，就是能所，哦，那个所入呢，就是入流，啊所，哦，跟入啊，它已经呢，寂了，就是已经我们超越了，哦，它已经呢，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的，所以各位前辈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哦。”多用一点时间、哦、那个呢动跟静、啊哦、多用一点时间、哦、去体会、哦、体会啊所有的动因缘际会才呈现所有的静一样、哦啊、这个动静两个我们呢用一点时间体会以后才能超越才解开、哦、这两个结、哦、动静两个结很根本、啊、只要这两个结一解开我们对凡尘的贪念、哦、就会消失了、哦、因为我们都被这两个、哦、诱惑、啊、诱惑了以后、啊、我们不知不觉就投入了、啊、投入以后染得五颜六色就六道轮回
那我们现在哈、哦，对这两个哦，稍微用一点心，就是动跟静啊，两个哈、哦，全部都透彻的知道它的哦那个状态，知道啊透彻状态以后啊，我们就可以超越。那超越、啊、就叫解开了、啊，哦，已经解开啊，动跟静啊两个解，哦啊，这两个者一解开以后啊，哦，那往后的功夫啊就很哦很好做。哎啊，所以哈、哦，我们就是了解哦，熟路啊，即极了，哦，已经到达那个极呀、啊，哎，就是极美，就是如如不动，哦，那底下动静二相啊，了然不生，了然呢，就是透彻知道了，可是哦，不会在心中产生，哦，动静两个相，我们在心中哎都知道，知道哦，它动，知道它静。可是不会啊，影响到我们的决策，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哦，所以呢，了然不生。上面呢，哦，王守是解动觉，那么此三句呀、啊，乃解那个静觉哦，就是第二个呢，静觉动向呢不够哦，病言而已哦，就是呢，病情哦，把它一起说出来哦，守即王守。入极哦，乃就入流哦。这个王守啊，没有能守，为所有的动尘啊，虽往，乃是呢还稳啊入流哦，不舍本修，哎，就是呢不要舍掉我们的根本，哎，我们一样呢哦，从稳思修呢哦，三会下手，那么不住啊哦，静静，哎，那个很静的那个环境、哦、我们不住，这个已经、哦有功效呈现了，我们都会有一种守得心呐、啊，也真欢喜。啊吼、哦，欢喜什么都好了吼、哦，哎，啊无那第二欢喜都未进步啊，吼、哦、啊，所以呢，不要住呢在静的那个静里面，此静静呢，吼、哦，即是五蕴之中的色蕴呐、啊、区域，哦，这个静吼、哦、的环境啊。就是咱五蕴哦，色受想行识啊，哦，这个五蕴之中啊，那个色蕴的区域，哎，就时以哦，那个色蕴呐、啊、管辖，如明目人呢处大暗室啊，哦，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说，好像我们呢哦，明目人哦，有眼睛的人呐、啊，处在哦大暗室，虽然有眼睛哦，在大暗室一样。伸手吼、哦，不见五指啊！哦，春秋呢，拢无看到吼、哦、啊，五气真头啊。那么寂极之极呀、啊，哦，非是呢静静之极，乃是呢动静二尘啊，到此吼、哦、聚集之见，哎，就是吼、哦、那个动跟静啊，已经呢哦全部啊都进入啊，哎，如如不动。是我们的心修到那个程度了，不是外面的动静哦呈现那个现象，不是啦，外面还是照外面的哦那个景象呈现的，只是我们的心哦已经进入啊，哎如如不动了。那么守入寂极呀，哦乃这个动结与静结啊，全部都解开，哦就已经呢解开了。那么生成啊，前米哦生成。我们呢，这个六尘啊，哦，色、声、香、味、触、法，哦，那个第二个那个生尘，那生尘啊，就泯灭了。这个生尘的泯灭哦，是在我们哦那个知觉，我们的修持过程之中啊，并不是说真的外面声音都没有。假如说声音都没有的话哦，啊，臭鱼人的都真好修啊。他都没有听到、哦哦、所以我们了解、哦、那个生成全明就是我们心中、啊、已经可以、哦、所有声响、哦、不受它影响都可以、哦、如如不动，所以、哦、这个、哦、很不容易啦，我们都很容易受到惊吓、哦、一稍微有一点、哦、那个声音、啊、尤其那个、哦、小 baby 婴儿、啊哦、一有声响一定不会丢下来，有没有那个就是、哦、我们受到声响的影响。那假如说、哦、我们已经、哦、比如说已经、哦、有那个经过金世训练，经过、哦、那个金世训练以后、啊哦、大部分呢都有、哦、一些那个
哦，实弹射击，像以前或许那个时候当兵啊，哦，我们在那个哦铁丝网的底下，哦背着背包，然后哦带着枪，还有那个小支的哦那个圆锹十字镐，然后一直爬，我们的上面哦就是那个哦机枪哦实弹哦实在的子弹哦，你屁股翘高一点会打到，哎啊实际的子弹哒哒哒哒哒哒这样打哦，所以哦。我们就是了解到你有经过那一些现象，真正的你到达那个实际的战场，真正的哦炮弹啊子弹啊一直在响，你也不会很害怕，也是很笃定该怎么做哦，哎已经按照自己的哦那个需要做的那个动作去做，那个呢就是我们已经哦对这个外面的哦这一些环境啊已经知道了解。那我们哦，假如说没有哦，经过那一种哦实际的那一种演练啊，哎，那个哦，真的转趴在那里就不动了，做什么？假戏呀，吓死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哈、哦，在那一种哦最哦那个危急的状态之下。哎，你有经过那一种训练，心就很笃定。那我们这边的哈、哦，等于是啊，有经过我们修持啊，虽然哦声响都有声音，可是你不会被它影响，哦，它不会影响到你。好像我们哦念那个毛笔字啊，那个念毛笔字是在学定力啊，哦，要我们啊真的有定力。啊，所以你在念的时候啊，周遭发生什么事情啊？你都不能分心呐、啊，你分心了哦，表示你没有专心，没有哦努力在念，然后哦哦有一个外人呐、啊、来拿你的毛笔，把你抽起来，啊你去好扭皮哦还不行呐、啊，为什么？你没有真正的在念，你爱人扭扭你袂叮当，啊边咧冲啥你唔知，人咧讲啥你嘛唔知，这样才可以啦、啊，定力才训练出来。各位有没有念毛笔字啊？有啊，啊有没有念到这个状态？那还要努力、啊。他原来会写哦，这个小学没有毕业，哦这个练得不能看。所以哦，我们了解说哦有经过了，我们有修持有经过了，哦然后了解说哦那个生成前明的状态，哦虽然有声响，可是我已经都。不影响的，不受它影响，哦，所以那个、啊、就已经哦很理想的状态，两个结打开，哦，故曰呢动静二相啊，哦了然不生，哦不生呢即了不可得啊，哎，我们就是了解哦那个动静二相啊，哦都了不可得，那么到此功夫啊，哦色音啊破音，哎就是哦那个色，我们那个五蕴的哈、哦、那个色音啊都已经破了，哦。也是蛮理想，我们呢这个不容易啊，在凡尘哦，很注重身体，所以色音要破呢很不容易。那么如是哈、哦，见增闻所闻尽啊，哦，就是呢到这一种色音破的那个状态很理想，可是呢我们不要哈、哦、住在哈、哦、这个很理想的状态之中，哦，所以呢还要努力，如是要见增。渐渐的哈、哦，又往上呢，哦，增加来修持闻哦，这个就是能闻、所闻、尽，能闻跟所闻啊，尽。那么这个呢，就是解哈、哦、我们的根，第三个哈、哦、那个根的解，哦，第三根，哦，各位都还了解吗？那个六个解啊，第一个灭，第二个空，第三个呢觉，第四个根，第五个净，第六个动。那我们要修呢，就要反过来哦，先解开动，然后静，然后根，然后觉，然后空，最后灭，哦，反过来修，哎，修的时候反过来，所以落入凡尘的时候啊，是一念无明啊，生三系，哦，从呢哦那个啊极灭哦变成呢生灭，哦从那里开始，然后我们到最后哦就是动。哎啊、我们要修回去、啊哎、先把那个洞去掉、哎、所以我们、哦、知道说
因为一念无明才落入凡尘，所以呢我们要回到佛的本位啊，就是不要有念头，都不要有念头了，我们才可以回去啊。所以我们都这个众生都是没事找事啊，没有念头不是很好嘛，对不对？我们都找念头来念，有没有？有没有找念头来念？不要生出念头啊！容不容易？要看我们有没有心了、有心的话不生出念头就很容易。那个不知不觉啊，他念头就会冒出来。冒出来以后，会一个接一个，就一直啊攀缘，逐念追逐那个念头，纸上呢还文啊离尘，思修二慧啊，尘中呢二劫啊已经解，凡尘那个动静啊两个劫已经解开了，所以那个凡尘已经呢完成了，尘没有了。那么底下接下来就是根的，我们的六根，那根结啊失现，动静那两个凡尘的已经消失了以后啊，那个根呢才会呈现。那么此根呢乃即闻于耳，觉智啊为根之根，亦复是觉，所以这边的根那个六根啊，这个根的觉啊，它是呢我们身体上的那个呢六根，所以那个觉智就是不是在讲那个佛性本体的，因为佛性本体它没有形象啊，这边它是有然后呢有我们那个闻不是闻性，是闻呢就是呢会积聚很多声音，然后在耳朵，然后呢产生辨别加入我们心意识，然后呢落入行为。这个呢就是在讲我们在日常用的那个觉智为根，就是很多因缘在一起呈现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觉也要解除掉解除掉来就呢如是啊本修之法渐次啊增进，一样呢要还稳自性啊，一样照见我们本性把那个根啊就全部呢这个了解，让他不当家就可以。那么加工呢用行定力呢转身所闻呢动静二尘记忆了然不生，能闻之根啊亦随所闻已记尽啊，这个能闻的根跟所闻啊都已经尽了，尘记不言，我们跟不跟凡尘攀缘，根呢就没有对象，根无所我，根已经没有对象，这个就很理想的，根没有对象，因为有对象呢，就会聊天了。根有对象啊，就会聊天了，好像我们找到好朋友就会聊天一样，没有对象了，该几年啊？该几年你都点点嘛点嘛坐。会吗？在这里点点点嘛坐，没有对象的就不会聊天。那么到此呢，则根结已结那个根的结啊解开，无有能受啊所受所以这个很重要了，因为我们在凡尘啊，把所有的景象跟所有的事情啊，都把它看成是固定。那我们遇到的以后啊，我们遇到现象遇到事情啊，我们就有那个实际的那个接受受，我们那个五蕴的第二个受。所以在真理之中啊，或许都一直讲，只要我们一切不受，凡尘的所有一切啊都不受，那一切都不受那就无业，不会有业。可是我们竟然都一切都受，各位浅浅受不受？我们不知不觉都接受了，
又把它当成固定化，事情也固定化，现象也固定化，然后呢加入我们的利害关系，然后就去做，就是因为这样才造业。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凡尘的事啊，是我们没有研究真理，然后自作自受，自己造了很多业呢，自己来接受那个果报啊。所以能闻跟所闻没有了以后成的没有那个缘那个受啊，就没有接受各位姐姐，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凡尘的一切我们是事来则应，事去则见，事情到了我们就去应对，事情过了就抛开，这样会吗？我们要这个从佛性本体来应对凡尘事，事来则应，该怎么做我就去做，做了以后就抛开，都没有加入我个人的意念企图，都没有，这样不会造业。可是假如说我们接受到外面的环境事情形象，然后我们又把我们自己本身的利害关系加进去，又把自己的意念加进去那保证是造业，一定造业啊。所以我们要记得四个字，一切不受，会不会一切都不受凡尘的凡尘我都不会有凡尘污染，我一切都不受，这个叫做一心正受，这个一心就是真心啦，一心正受，正受我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的。那我们一接受凡尘的假象啊，都是造业受苦，还有了解意思吗？这边是没有写下来啊，可是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受因啊已经破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已经不接受凡尘的那个污染，凡尘的污染啊我们全部都不接受了。凡尘的污染知道吗？就是那个凡尘是不好的啦，那个全部都不要我不去接受所以呢受因啊破，那受因破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从受了以后接受以后会产生想，对不对？想了以后会产生行，对不对？行了以后会产生事，认识啊就是回忆啊。我们已经这个接受了以后有想有行有回忆啊，那个业都形成了啊。那一切都不受，一切不受，没有想，那没有行为，也没有回忆，是不是已经解脱了？对不对？听不懂没关系啊，或许今天导师有请那个我们北部的前贤啊，把上个礼拜的那个 DVD 啊跟 CD，DVD 一片 ，CD 两片，三片合成一个单位，或许说把它放在桌子上，大家一桌上都有的，可是可能时间来不及啊，各位有拿到了没？还没有，大家记得拿。为什么？这个就是要一直听反复听一定会熟，你熟悉了山河大地就是我们真心你不听了以后山河大地跟我无关系差别很大的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真理要欣喜才会了解，了解以后我们进入真理世界不一样的绝对不一样。所以到受因破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那个六道轮回的种子啊，既然种子都没有，我们怎么会六道轮回所以重点就是在我们受完成呢，假象都受事情也受，什么都接受，结果就想就行就是形成了五蕴已经蕴积有了，有那个生在凡尘的因的，那一定要生在凡尘那我们全部不运
不应没有哦，没有哦，没有力道推到哦这个凡尘来现象哦。我们化验来是另外一个角度了哦，不同的。那么根尘呐、啊，既消哦，我们的根呐、啊，根尘哦已经消除了，是啊哦无从生。哎，我们六根跟六尘已经消除了，那个六识啊，要生都生不出来啊。哎，那个生灭心哦都无去啊。哦，是呢，无从生，则想因啊一破矣。哦，那个想啊，哎就没有了。所以那个受是最重要。哦，想行识啊，那个是连带下来的。那么尘王根尽啊，四明哦，三结啊已经解开。则尘既呢不复花见呐、啊、哦不复老，哎那个尘哈、哦、就不会的哦在我们心中生花，然后呢我们那个哈、哦、邪见呐、啊、就不会哈、哦、老老碌碌哦尽闻不住啊觉所觉空哦尽闻已经呢那个哈、哦、已经三个觉解打开了哦尽闻他不要住在哈、哦、那一种景象。那已经都是蛮哦殊胜的景象哦，然后第四个觉呀、啊、哦，那个能觉跟守觉呀、啊、空，第四个感哦已经出来呀、啊、哦，这个呢就是要解开我们那个觉，哎就是要那个哈、哦、合中的啦哦，那个时时刻刻啊要合中哦，那个觉要解开。尽闻是以能哦，是能闻以手闻呐、啊，哦，俱尽呐，根尘哦，酸明之境，根尘呢都已经哦泯灭了哦，六用啊不行，哎，六用哦就是我们六根呐、啊，六根哦已经呢它不会哦自己呀、啊、哦当家的，不会花耗失恋，那么唯余啊一觉，哎，剩下来呢就是我们那个觉哦，能觉跟守觉。那么若住啊此境啊哦，但得我空哦，未得啊法空，只有哦哎先把我空掉，法还没有。那么不住则哦，乃复呢加功用行，哎就是哦不要住在那个哦成就的那个哦境界里面。尽观呢哦稳性，尽闻之后呢哦根尘呐、啊、哦窘脱。根尘啊都脱离了哦，脱离呢啊，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呢脱离根尘啊很不容易啊，哎啊能够哦脱根脱尘的佛性呢，哎整个活泼都呈现了。那么湛依无边之境啊现前哦，那个湛依无边就是咱的哦那个佛性的状态哦，那个呢哦非常理想的无边哦，哎那个。湛蓝哦，足空快，那个佛性的诶，整个吼、哦，那个功能啊，拢呈现出来，好难看哦。故言觉哦，就是只有一个觉可以吼、哦、来形容。那么即照此境之智啊，这个觉哦，就是有法度看到这个境的地位哦，见到这个境的智慧啊，诶，那个就是觉。那么所觉啊，就是呢，湛依之境。哦，那个湛依之境呢，都是所觉。那么静闻若住啊，哦，则静智啊恒对。哦，那个静跟智啊，它相对。哦，能守呢乃纯，中为呢，哦，那个圣洁，哦，那个障碍，哦，圣静啊之障，哎，就是哦，也会哦障碍我们。那么所言的空呢？哦，即能觉之智啊，以守觉之境。哦，我们能够觉的智慧啊，跟守觉的那个景象，哦，二即啊空即。哎，所以这个哦，又是蛮这个细的哦，细腻的哦，那个里面的修持方法。哦，我们有哦那个能觉之智啊，哎，大部分呢是从哦我们呢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哦可以从。第六意识啊，转成妙观察智，那有那个哈、哦、妙观察智啊，那个能解之智啊，就很容易呈现。哦啊，有这个能解之智啊，哦跟呢那个守觉之境啊，就很容易啊，整个都呈现。那整个呈现以后啊，哎我们要哦再进修啊，哎就会哈、哦、很容易啊，哎所以这个呢都需要实际的哦修持。
哦，不是呢，这个光听就可以，听呢，哦，不做呢，往后还是一样进不去呀，进不去哦，听不懂。好，哦，我们进去了以后啊，再来听哦，哎，底下讲的会听得懂。那假如说我们进不去啊，再听就听不懂。哦，所以一定要做。那么闽南哦，无互对待，哎，就是哦，那个能觉之智啊，跟所觉之境哦，智跟境啊，已经哦没有对待，已经变成一体了。觉哦是自分，乃始于般若哦。若吝惜呀，此智哦，那个觉呀，就是我们的自分，就算呢是始于般若方面的哦，那个是哦佛性本体发挥的。那假如说我们吝惜哦此智啊，不肯放舍，即是呢微细的法执啊，哎，就是哦那个法执啊很微细，哎，所以也要把这个哦。哎，智啊，哎，放舍，哦，智跟见啊合在一起以后，又把它放舍，放舍以后呢，哦，又可以进入啊，哦，那个湛于无边，哎，那一种哦，哦，我们那个佛性的那一种本体呈现的状态。那么义父呢是解，哦，义当呢解除。那么底下呢就用哦那个圆觉经呢，啊，一段哦，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的哦来呢。啊，这个把这一段修辞哈，哦，我们就是做一个整理。幻尘昧故啊，哦，幻心的意昧，那个幻尘哦，就是景象哦，先把那个景象哦，就是有声音的动跟没有声音的静啊，那个叫幻尘啊。我们先把幻尘哦，哦，把它昧掉。那幻尘昧掉以后呢，接着下来啊，哎，就是那个幻心。幻心呢，就是根呐，啊，哎，就是我们哈，哦，那个六根哦，幻心的意昧。那么幻心昧故啊，幻智啊意昧哦，这个幻智啊，就是已经呢第四个觉哦，那个哈，哦，第四个感哦，那个觉幻智呢，就是觉。那幻智昧个哦，昧故啊，幻昧意昧，这个幻昧哦，就是第五个感空哦，那个空。那么幻昧昧故啊，非幻不昧哦，这个呢非幻不昧啊，都已经呢就是即昧现前了，那个已经成就了哦啊，那个幻昧昧了哦，就是已经第六个结啊打开哦，比闻呢前同此之解决功夫啊，哎，就是哦那个耳根圆通跟那个圆觉经呢哦，它全部的意思啊哦都是相同的，一样呢哦汇合。那么幻尘哦及动静两个觉，幻心呢即是根觉，幻智啊哦即是觉觉，幻昧啊就是呢那个空昧两个觉。那么非幻呢就是湛然常寂啊佛性本体，哎，所以那个最后啊非幻不昧哦，那个哦就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不会昧了哦，那个湛然常寂啊哦那个佛性本体。那么觉哦，那个觉已经呢解开啊，即妄哦不相续，哎，所以我们了解说时时刻刻啊，哎，就是要哦，哎，这个合中啊，哎，这个合下哦，就是跟财产合在一起，合上呢就是跟道合在一起，合中呢就是跟佛性呢合在一起，哎，所以我们这边发明的哈，哦，哎，要用啊，哎，我们能够发明出来哦，就要会用哦，要合中。哎，那个已经哦妄不相续了，妄没有哦，妄呢就是不觉哦，不觉已经没有了哦，空觉局也呐哦，空所空昧哦，那么这个呢来解开空觉，空呢即所觉哦，这个空觉所觉空之空，哎，这个哈，哦，能觉跟所觉呀，啊，那个空哦觉即呀。能觉哦，之以所觉，那么有呢？此空啊，空比啊，能所二觉哦，把那个能觉所觉啊，都把它空掉哦。然空呢，亦是觉哦，能够空掉能觉所觉，但是空的本身啊，也是觉哦，也要解除掉。以能空所空呢，二即宛在哦，有能所呢，毕竟呢，还很微细啊。哎，所以全部啊，两个也把它去掉，空性啊，哦，未圆，
我们要空性圆明啊，就是什么都没有哦，那个才可以圆明哦。还要呢啊，日流造性哦，加工呢用心参就呢哦，空和所依啊，这个空呢啊，它是依赖什么哦？就而极之啊，研究呢到达极点哦，以求圆满的空性啊，我们追求哦圆满的空性。那么能空之空灭啊，所空之自净啊，哦异灭。所以那个能手到这边了，全部都已经解除了，好像呢以木啊来转佛，佛出呢木烧，二俱啊灭，以前呢没有打火机啊，都是要来转木取佛，滴滴炼滴滴炼炼，刚好一出烟，它烟会的造出来，它会造出来哦，一茶都烧，现在滴滴烧烧烧烧到一茶拢烧过啊，他得必恢复啊，所以佛出啊木烧，然后佛也消失了，木也消失了，二寂灭，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到达这一种状态这个已经呢到达成就的时候了。那到成就的时候，佛有做一个比喻啊，他说好像我们人啊，这个自断其手，就是自己手牙。也得啊吼，啊家己的头壳长登去呀，那这个手啊，就是能断，能断之人呐、啊，这个能断，啊这条头吼、哦、都、就是手断，啊你用能断的人来长迄个手断的头，啊这条头落去，这个能有消息无？有没有？没有啊，伊还佫活嘞呀？这条头登去啊，这手还活嘞呀？是啊。是啊，这个佛在讲要灭掉能手啊，都、就是安尼灭啦。这能对不？你也当牙刀来斩头，这不是能？啊，这条去好斩嘛这手嘛。啊，即嘛这个能斩的手甲斩落去，这个头落落去，这个手是不是完了死去啊？啊，能的死去啊，手嘛死去啊，对不？安尼能手拢消失啊啦，知道吗？我们就是要有这个勇气啊！好，登去，能手都没去啊！成就了。那我们在凡尘只要啊有一点点那个犹豫的心啊，或者不是说嘛，那要来外靠出头前扫头卡，啊你要红鹅肉，那就有能手了。你若想讲家的我咧躲，我给你扫清去，无安尼躲得较轻松。那就没有能手了，差别很小，对不对？一点点心态，我们那个心不是正当要做你去做的那个都叫能手那我们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培养，事来则应，事去则见免红而乐嘛，免红嘛这样子的话没有能手了。各位浅显，我们活在能手之中还是没有？没有啊，很理想所以我们努力努力呢，这个在没有能手之中。那么今空劫已经解开，则行因破矣所以这个配合那个五蕴行因已经破，亦即呢佛缘空性圆明成法解脱我们的空性已经到达圆明圆满光明然后呢所有的那个法让我们都已经得到了解脱，所以连法也可以不要了即得即空之境生灭即灭即灭现前这个所有的生灭都已经灭掉了，然后即灭就显现在眼前。那么此劫这个灭劫把那个灭解开，生灭就是种子知那个前面所讲的那个解来说的知觉而言动灭净生，净灭根生根灭觉生，觉灭空生，空灭灭生。那么六劫皆生灭法六个劫全部都是生灭法，故灭劫亦当解除。
那么此觉、不觉恒住啊，寂空之境、是很理想，尤为呢圆通的细障，圆通呢很微细的障碍，即同呢那个长沙和尚啊、说的寄语，百尺竿头啊做的人，虽然德华未为真，百尺竿头啊从进步啊，十方煞土啊现前身。所以、我们了解那个百尺竿头啊、要从进步了、各位浅显，百尺竿头啊从进步啊，就进到哪里去？进到哪里去？百尺竿头已经依赖吼、那个竿头啊，你现在吼、竿头百尺竿头不依赖，要搁进步要去到？对啦，就是空啦，你全部放掉、就是空，它、就成就了、空性圆明。啊，可是我们人吼、就是吼、那个依赖。不肯放舍，哎呦，我这个绑住我的死去啊、所以就因为这样、不成就了、所以长沙和尚 才讲说呢，百尺竿头、要呢从进步、还要呢在、这个进到那个空、那个空性才会圆明，时光呢煞土、就显现了、我们呢、那个金刚不坏之身就整个呢都呈现。那么唯是呢此诀、最难呢解除，禅门呢谓之啊幕后牢关。那么到此境界啊、不肯进步，那么又谓之啊贴落、不山难脱。那么此诀一解啊，则可亲见、本来面目、就可以呢看到我们的本来面目、那么入流即呢是守于真常，往守呢就弃诸生灭。那么进入呢即根尘四心呢、应念消落解所觉空，以空所空灭啊，就是想象为尘，事情为过，恶聚远离。刚才我们那个讲的那一段啊，因为没有全部写的，所以或许刚才才先把那 一段呢先背一次，让我们有一个印象。那么即灭现前啊即华眼清净允而不成无上之觉。那么忽然超越四出世间十方圆明，佛呢二殊胜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呢讲说呢超越了这个四出，四出呢就是出世间，然后世间就是凡尘已经呢十方圆明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都圆明得到呢两个殊胜即从呢稳思修啊最后一刹那证悟啊圆通体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叫做圆通体。那么花呢自在用我们可以啊发挥呢那个佛性的自在用。超越呢来解脱呢无碍之意啊解脱无碍，已经没有挂碍障碍。那么即灭真体啊本质圆明这个即灭的那个真体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本来呢它就呢圆满光明，它六环呢为我执啊所碍就是呢我们六道众生啊被我执啊所障碍，不能呢超越、世间。然后呢那个三圣啊为法执啊所障碍，不能呢超越、出世间。那菩萨呢进入三摩地，我法二空，我空法空，俱空呢亦复不生所以啊我空法空变空呢亦空所以呢俱空不生，故得超越四出世间十方圆明佛呢二殊胜。一则呢上合十方之佛本妙觉心、能够呢跟十方之佛的本妙觉心已经相合，那么以佛如来同一慈力、跟佛如来一样有那一种慈悲喜舍那个力道那个慈力，慈就是以乐给众生快乐。
那么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啊六道众生哦，跟呢我们六道众生呢也一样合在一起，以诸众生呢哦同一悲仰哦，众生呢这个生离苦难哦，哀求拔苦，那么希望已乐，那么菩萨呢同其用哦，故施呢无畏力，哎，他无所畏惧呀、啊，一样哦陷入啊，哎那个众生的哦那个呢啊那个群中。哦，已经一样的这个呈现。佛要呢，这个文殊哦菩萨从25门呢这个修持方法哦，我们凡尘呢哦有这个重要的哦25门修持方法，就是呢六根哦六尘六识哦36、18，然后呢再加七大哦水有风土啊空见识哎七大哎加起来呢25。那么在25门的哦那个修持法门之中哦，见选一门哦，选要闻思呢，释迦牟尼佛要闻思选一门呢，适合阿难及末世啊娑婆世界的众生哦来修持。那么闻思菩萨呢，显出哦耳根圆通。那么以下呢是啊这个闻思菩萨呢所说，因为这一章哦这个。篇幅啊不那么多了，所以省掉啊很多都没有抄了哦啊，所以那个文殊菩萨哎重要的哦讲这一段啊哎或许是很重视啊，所以把它呢这个抄出来，然后呢啊这个文殊也讲说那个耳根圆通不只有观世音菩萨修了，他也是从耳根圆通哦修成的，可是或许回去看哦竟然没有抄到。哦，是在这个底下哦，他还有一段哦，才说的。那这边呢是很重要哦，因为啊那个觉海性成缘，缘成觉缘妙，哦，这整个都在讲我们那个哦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哦非常的宽广，哦啊把那个世界啊哦是很狭隘啊，也把它讲出来哦，就在这一段哦，觉海性成缘。缘成觉缘妙，缘明啊造生熟，熟力啊造现往哦。那么底下那个小瓜五就是解说了，说觉海哦，我们那个觉海不做呢那个哦华喻啊华的比喻来解说，乃呢这个直称啊觉性为海，就是我们的觉性啊哦好像海一样那么宽广哦，以觉海周遍法界。哦，恒无边涯，事无底蕴呐、啊，哎，就是那个觉，我们那个觉啊，哦，非常的宽广，周遍了、啊、整个法界，哦，恒无边涯，事无底蕴呐、啊，哎，不管东西南北哈、哦、上下，全部呢都是觉，哦，都是我们觉海，哦，灰落水啊，不像我们的水海，哦，上有边，上有底呀、啊。哦，咱世间的海哦，拢有边啦，嘿，拢有迄个陆地，吼、哦，阿毛地。虽然讲有诶真深吼，吼、哦、有诶海啊，吼、哦，讲安尼3000公尺，佮落去嘛是有地，嘿，那结海没有，哦，它没有底呀、啊，哦。那么这个性啊，哦，即啊指那个体大，成圆圆成啊，指相大。所以哦，哦有体有相有用哦，圆妙圆明啊，为用大哦，体相用哎，那个文殊菩萨呢，都把它呢哦这个解说出来。那么成圆哦，为呢觉海成湛不动，圆含万有。我们那个哦那个成圆呐、啊，哎就是觉海哦，觉性好像还那么宽广。它呢成湛湛然都不动，然后呢圆含万有，就是所有的、哦、不管三德大地，不管所有的凡尘的景象、哦、生花的所有景象都在我们觉海之中、哦、都圆满的、哦、包含在我们性分之中。那么不变之体、啊哦、那个呢圆含万有这一个、啊、他讲不变之体，以及呢、哦、我们如来常性哦，那个如来藏，所以哈、哦，我们那个哦，如来藏非常宽广。然后我们现在用呢，大部分都哦，把它用在啊，含藏善恶种子啦，
那个就、哦、比较狭隘的意思、啊、他含严寒万有、哦、就很宽广的意思、哦、他所有山河大地、啊、都从我们那个、哦、陷海之中呢呈现、啊、所以、哦、我们要看这个真理、哦、才会 了解整个真理、哦、他那个所在哦，它的奥妙哦，它的那个哦深的那个程度啊，哦是到哪个地方？那么即本有的真心哦，离有为无为，离开有为无为，能给啊哦有为无为啊作依哦，有为无为都要依赖哦，依赖呢哦我们那个觉海，即是呢哦不变呢常随也哦，我们不变之体呀、啊。可以随缘之用啊，常常呢就可以随缘哦，不变之体啊常随缘，所谓即而造，即呢就是不变之体，造呢就是随缘之用啊，即而常造，造而常即啊哦，那个呢即造同时就是本来面目。各位有没有听那个哦那个如是我闻还是呢张卓悟道记啊，有没有讲到这样？可能又是有听没有懂啊，有听是有了啊，还没有懂。那个好、哦、就是有书面资料、哦、可以听还可以看、哦、有书面资料，所以、哦、那个即而造，造而即、啊、嘿，我们就是要了解将即、啊哦、就是佛性本体、哦、不变之体，将造、啊、就是随缘之用啊，造、啊、就光明哦，然后哦，成言跟言成哦，又呢哦，不同意思哦。为呢这个觉海哦，虽严寒万有哦，究竟呢成战不动哦，他呢如如不动，即是呢随言哦常不变。他虽然随着言，可是体呀、啊、一样不变。啊，我们就差别在哦，随言以后啊就不回归到本体呀、啊，哎，所以哦。那个随缘啊常不变就没有做到哦，造而即，这个造啊就是随缘之用，即啊就是不变之体，然后言妙哦就是本来之妙，不由呢造作哦，没有造作的言明呢就是本来之明哦，不假功用哦，没有我们又把它呢哦这个用的那一种、哦啊、人为的方式、啊哦、使它、哦、这个明亮没有、哦、它本来的、哦、这个有光明，然后呢有、哦、那个、啊、妙用在，所以言妙言明都是很理想，可是我们呢、哦、一般、啊、都是、哦、没有、哦、让它恢复、啊、它本来所有的那一些、哦、功能作用，我们都呢哦，加入啊我们的心意识，哎，我们人工呢做得很厉害。还有这个十一分钟了哈、哦，这个剩下呢就是要给各位哈、哦、这个发问问题。那在呢这个发问问题之前呢、啊，因为啊或许到的时候啊，这个有千贤这个千叮咛万交代，哎，跟或许说哈、哦，一定要跟大家讲。哎，说哈、哦，我们这个修道，哎，就是要很专一呀、啊，哎，不要哈、哦，这个一回到家以后啊，哎，就坐着看电视啊，哦，就上网，然后呢去网络，哦，那或许呢，哦，这个之前呢，时常都会，哦，这个讲说我们在没有，哦，启发我们的佛性来当家的时候啊，哦，还没有启发。哦、不知道自己呀、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个时候啊我们尽量哦拼除外缘，外面的因缘啊我们尽量把它拼除哦，不要跟人聊天，不要看报纸，不要看杂志，不要看电视哦，不要上网，什么都不要，专注的把佛性本体哦启发认识，等到你已经可以哦佛性当家了，这个时候不管你要做什么、哦、你要看电视，你要上网，你要看新闻，你要看杂志都没有关系，因为你有主宰了，你佛性可以主宰了，那一些事、啊、你就会处理得很好。那假如说我们都还没有到达佛
佛性主宰的时候，我们就稍微节制一下，先呢一段时间，让它呢空下来，不要感染凡尘事啊，凡尘的事都把它撇开。那假如说我们工作的时候啊，压力很大，对呢主管啊很不满，那或许导师有一个那个日本人的方法，他跑到那个没有人的地方啊，去大骂他最讨厌的那个人，大骂了以后情绪一发泄回去就好睡了，问题就解决了。各位可以写我们乡下不是很宽广嘛你到那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尽情的去把你的不满全部都发挥，你全部都吐出怨气了，就解决了，没问题了。那个是日本人在用的或者看到报道，我们也可以用啊疏解压力的方法。不过各位就是要了解，压力还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心呐，我们自己的内心产生的。那我们去分析怎么来，一定自己呀有所求，然后达不到，那个压力才会产生。那我们假如说进入到无所求，无所求的时候啊，那个压力它就会消失了。然后我们对凡尘啊，不管是合理不合理，只要是我遭遇到，我都欢喜心甘愿受。就像永嘉大师说，那个观恶也是功德。那个不合理的来，你就想说，我往事也是不合理对他，他现在对我是因果定理，那你就不会有那个怨，不甘愿，不会有的。你欢喜心甘愿受啊，那个债都了清了啦，就不会有压力。所以我们自己啊可以解决。这个呢，导师，我们呢互相勉励。这个要请负责讲述念，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写下来是什么意思。第一个问题是，耳根意识听到声音与感觉俱准，要如何分辨是好与坏，是修持法门之一，或不管它？各位前辈，刚才我们呢有一再的说，我们这个用第三个稳性。稳性它是独一无二，没有对待，所以没有好与坏啊。你已经落入好与坏，落入喜欢与不喜欢，那个都已经是第二个第二个稳。我们不用稳，做那个耳根圆通是要能够听到声音的是谁是这样就可以，很简单的，一旦听到声音是像。不可以进入声音的内容，你进入声音的内容那个心已经杂后殿了，很乱的，它不能进入那个现象因为你进入声音的内容，你就有情绪了，你有情绪那个修不成道修道不可以有情绪的。第三个问题，有问题问自己，因为佛性具足，我也是佛，清净时为何嘴巴可以自己告诉自己，自己对自己讲话，为什么会这样？是佛性本体作用吗？这个凡尘法无定法，有时候我们要了解到假如说我们是在无所求然后也无所事事那一种状态之下，然后平常又努力的在这个启发佛性本体，那这个时候告诉我们的那个呢，好像有人在我们耳边跟我们讲话，是自己的佛性啊，自己的佛性在告诉我们。那假如说我们的那个生活是蛮宽广，然后接触面很多，然后呢思想也是很就是活跃，那
那这个就不一定是哦，哎，这个是我们哦所这个在凡尘哦，哎，这个运用到的聪明。那运用到的聪明呢、啊，有时候啊，哎，我们也是可以自己分辨的、啊，对我们是好呢还是坏？哦，好的话就做，不好的话我们就撇除掉。哦，啊，所以要了解到那个在时时刻刻啊都很清净的哦那个状态之下。我们的佛性会告诉我们是哦，告诉我们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在走路，走路的时候，我们本来想说哦要右转，可是佛性会跟你讲说哦不要左转。那个时候啊，可能你要听话了。为什么？因为啊，你右转会有事情发生。啊，你听佛性的话，左转就没事了。那假如说哈、哦，或许也曾经遇到过了哦，要出门啊，哦出大太阳。不可能带伞嘛，对不对？可是佛性告诉我带伞，啊，我说啊，带伞出门就是，哦，这么好的天气还带伞，哎，真的不听佛性的话，出去就淋雨了。为什么？下雨下大雨。所以有时候啦，就看我们这一次哦，在当时的状态之下，哦，是有那个意念的还是没有？哦，由意念产生的时候啊，那不一定是佛性告诉你，那你都没有很清净的状态之下呈现的，哎，那可能就是哦，佛性在告诉你事情。还有吗？还有。李老师，这边有学生在问说，修道不直下，有人归功诵经，很多道心怕被煞到，所以诵经之人都不踊跃，因为诵经有时候也会在晚上，那我们如何？躲劫避煞，这个导师蛮，这个又说现实嘛，又说人情哦。那我们要知道哈、哦，这个当然我们是哦，这个不住相哦，不用住在形象。可是哦，就是人跟人都会互相比较啦。啊，比较哈、哦，有一些就会讲说。哦，啊，那跟恁去求道去信迄拢会吼，诶，恁迄拢好像都吼、哦、很冷冷清清啦、啊，诶，所以才哦有的佛堂成立哦那个诵经团，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这个所有啊众生啊都是哦自己呀、啊、性分之中的众生啦、啊，诶，都是自己，那所以哦就不用哦害怕，诶，不用怕讲去耍的。没的事了，没那个代志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那个只是大家哈、哦，这个相聚一场，哦，有缘呐、啊，我们能够哈、哦、啊帮得上忙的，我们就去帮，哦，就只是这样而已啊，还不会有什么哦那个哦那个说不好的那一些事情呈现，哦，只要你心呐、啊、都很光明，那全部的事啊，哎，都是哈、哦、啊朝着正面的在。好、哦，进行。还有吗？还有一分钟，好，请说。一念无生，生三息。那请问下，刚刚学姐有讲下句是什么？一念无影，生三息。哦。还有下一句，下一句叫做境界为眼长六出，境界为眼长六出，境环境的境、哦、界世界的界，境界为眼因眼的眼、哦、长出六个出，那个三系、哦、就是业相转向跟现象，这个时候都还没有，因为我们产生一念才有三恶大地，有三恶大地才有众生、啊、有众生以后叫做境界为眼长六出，六出、哦、六个名目、啊、一个就是智相，智慧的相，可是那个智相、哦、是让我们看什么知道什么、哦、智相，第二个呢、啊、叫做、哦、相续相，就是一直相、哦、延续下来，第三个、哦、叫做直取相，执着跟取，执取相、哦、第四个、啊、叫做记名字相、哦、这个是什么名字，那个是什么名、哦、第五个、啊、就是取业相，我们已经、哦、取业造业、哦、然后呢第六个、啊、
就是哦，业系被业绑着，业系苦相，有听过吗？有没有？没有听过，嘿，那没关系哦，让他又熟悉呀、啊，哦，自相、相信相、执取相、记名字相、取业相、业系苦相，境界为眼长六出，哦，一念无明啊，生三系。